行嘞，大家坐。我应该称呼各位是总驾官。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心情好，感觉笑眯眯，现在是大家正气吼。但是我跟你說，我覺得你在想的學生跟什麼，那個人都已經不知道了。我跟你跟學員說，在想的時候，你已經去想象上，想過分了，那是不正常。因為你現在的地位跟你以前來上課以前絕對不一樣。經過這三天的我們的上課，我相信你的腳踏已經都有回歸了。現在呢，開始呢，有很多事情你也要看，包括報紙你也要看，報告新聞你也要聽，這是非常非常的。各位，你的那個畢業證書吼，是已經待會會做好，做好了會交給首長，不然會交給首長遐。我是希望講由首長呢來用畢業證書來發給你。是怎講呢？因為這張畢業證書呢，就是你的結業證書。就是咱所有的这个高级班的这个叫做学员吼，就是伊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内底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因为各位你是这个革命的先行者，才先行，所以呢，咱一定开对会。受过训的这高级班的四千名，后摆在咱台湾政府内底是永久有效，未去免阁后摆阁参加啥物。下面也做公务人员考试，因为您先来上课，所以您这四千名呢，是永远的公务人员，你好不好？好。过来呢，再甲咱各位来报告一下，讲因为最近咱这个民政府的速度，台湾政府的速度真紧，我即摆来甲各位解释这个什么是台湾民政府，什么是台湾政府。所谓的台湾民政府啊，就是讲。是战争法，是万国公法内底呢，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是这条约内底国际上的法律的规定内底，咱台湾是被占领者、被占领区，这个所在老百姓家己本身就有权利来组织台湾民政府。那世界以世界国际法内底叫做 civil government， 那 civil government 呢？当然，西伯官人有一个顶头上司，这个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就是照国金川和平条第23条。美国是咱台湾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占领权国，所以美国有权利对咱台湾来讲话，这就是因为国金川和平条约。因为这条约讲啊真清楚，万国公约讲啊真清楚，国际法内底非常的清楚，占领法非常清楚，但是美国军事政府伊。虽然一定无条件爱来支持台湾民政府，但是恁台湾民政府台湾人人家己不要讲，是国民党伊用骗的，伊在哩骗讲咱是中国人，其实咱不是中国人。咱若是中国人，你也想看卖，那中国人的孙，咱哪有可能讲咱家己来轰炸咱家己台湾？无可能，咱绝对是这个日本是甲中国战争，甲中国战争，台湾虽然有甲日本战争，台湾嘛。哎，不是跟日本战，台湾本身是代表日本天皇，甲中国战争，甲美国战争。美国甲咱战败，这个中国是战败国的战胜国。其实这个战败国的战胜国，这个名词是来讲啊，是不太合理啦。战败的战败，那个算作战胜国。以美国能量反主团来帮忙着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占领的，这是真真正正。台湾的地位现主席现状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看吼，即马中华民国伊嘛准备开始要离开啊，一定爱离开，因为国际法的规定，伊都爱离开啊。即要离开，问题是讲，你台湾人伊要离开，若走去，台湾人咩嘛？台湾爱组织政权啊，你台湾人无政权咩啦？所以你就台湾民政府。美国呢，伫即个叫做一个月初时啊，甲咱讲，伊讲。你台湾民政府会当以台湾政府的身份来运作，
有啥物讲甲你讲，就无简单。一个君主政府的占领者，会当甲咱台湾民政府讲，咱开始会当用台湾政府的身份来做稳作，同时台湾政府加入国际社会。所以咱是啥物时阵要正式宣布呢？伫今年，就是今年是三月份啦，明仔就是四月初一。好，各位的礼物。上午十点，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内底召开这个会。当然看得到，你若要知影消息，都爱是咱的官网看，吼、哦，咱的官网拢看的。所以，啊，过来，咱这个官网吼、哦，你来受过份呢，咱主动替你来注册。啊、哦，注册，你甲看咱这个官网啊，哎，甲拍出来，你甲看啊。咱的官网从即期开始规定，所有的这个学员啊，单单你才有资格来注册，其他人无资格。你有看吼、哦，2013年3月29日起，官网会员余力限于中央会馆现场注册，就是爱受训、受初级班还是高级班的人。咱替你注册，所以你若无注册，咱即摆拢会替你注册。啊，注册以后呢，咱的这个下晡吼，下晡呢，你的注册迄落，迄个密码吼，拢会互你。注册是要创啥？你注册以后啊，你除了你会当看这个官网，同时你若有啥物问题啊，留话伫顶边也可以，咱会甲你回答。所以一般呢，我毋免甲你回答，一般的咱的中心嘛，就会替我甲你回答。所以这个，咱的迄本是新台湾论，所以新台湾论无论咱我搁一摆甲你强调，恁一定爱有新台湾论，因为新台湾论内底对台湾所有问题解释拢非常非常的清楚。搁再一摆迄个官网放出来，你若准家己要注册吼，家己要注册的时阵啊，这个官网吼，迄注册又快吼，迄注册甲点入去。注册个点去，哦，即个话，咱即个有2257个啦，啊，2257个注册，啊，有个人也未注册，你无注册，咱会替你注册。你即摆是初级班的时阵哦，咱嘛甲你注册。毕业证书，我甲各位讲吼，你的毕业证书爱去找你的州长去，是安那呢？后摆各州的人事内阁，即摆是由州长去处理，所以你爱含州长啊，一定爱熟悉啦。当然，恁的所有的资料在咱的电脑内底拢有，恁的资料在咱的电脑有，美国嘛有，所以后摆呢，咱有机会，咱就对这个内底啊，引人出来。当然啦，这4000名要入台湾的这公务员是无够，台湾的公务人员啊，差不多是200000名，会有20万名。当然，咱无希望讲这个人员要减缩，啊后摆呢，公务人员薪水啊，一定爱比普通时啊，较悬2倍，还是3倍，啊唔通。贪污啊，贪污，安、啊，这真要紧哦，嘿，你唔通讲啊，是甲你贪污啊，佮甲你喊你来上课，你来上课，要做公务人员，你就不要贪污。但你若做公务人员，你的薪水绝绝对对比现主持比咱即摆现主持中华民国公务人员的贪污啊，会分2倍到3倍，你当放心，安尼好唔好？好。再来呢？咱今日是这个所在正式宣布，为后礼拜开始，后礼拜明天啦、啊、吼，为后礼拜开始，咱台湾民政府正式开始要改进单居比薪资。过去呢，有真侪党啊，什么咱个民进党啦吼，台独联盟啦吼，伊要求拢无效嘛，恁来看一下，伊去游行也好，啊，创啥无效嘛？但是呢，伊拢话，但是咱以台湾政府。美国就是干这啦，台湾政府才会当来代表台湾人来讲话啦。所以咱明仔载，哎，这奥运吼，礼拜二，4月初二，咱要伫《自由时报》刊一个半版，内底标题甲啥？美国应该予陈水扁先生去美国，哎，好不好？好。我报一个台湾。政府的声明，啊，内底吼声明你去看就知影，是正常。啊，同时呢，伫这个岛边，咱来公布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和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政府的文件。啊，再来另外一边就要甲写4月25日，咱台湾政府要伫台华盛顿 DC 来召开国际记者会。所以各位，
无管你的边仔人安怎甲你讲，讲迄无可能，有可能讲因家的代志。咱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按照制度、按照国际法，一步一步向前行。这向前行内底啊，我嘛爱甲各位讲，恁爱读册，我讲一摆，你一定爱读册，因为恁将来这四千名拢是政府的官员，恁通做政府的官员哦，坐伫讲台湾主权独立要脱去啊！我甲你讲，绝对袂使啊！啥物台湾的主权啊，咱台湾要建国啊，咱台湾自治啦，拢不对啦，因为这块土地实际上还佫一个主人，互你要独立，你嘛爱问主人的同意，你袂当去人说厝。啊，头家拢免讲，领导人叫起，咱来公道，公道讲这间厝变到哪里？这是日常生活内底，我足普通的所相信，你就应该知影。啊，这国家的代志，安尼看无。所以呢，这个有真侪人吼，我有感觉讲吼，迄、那个两拢两跳，两套的标准啦。对家己有利的，啊，伊就免伊就照伊的意思来讲。对台湾的地位嘛是安尼，足侪法律的，伊就歪叫。因迄个伊要伊较介意，吼、哦，较介意，啊来做伊的法律，袂使安尼。国际法的物件就是国际法，咱若照国际法一步一步行，我含美国人都唔敢甲伊嘛，中华民国嘛唔敢甲伊嘛。这是咱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厉害的所在。即摆开始呢，这两年来啊，啊渐有真侪所谓的大佬啊，拢要来收。我所谓大佬，拢别个党派啦，包括国民党的党派，包括民进党的党派。包括台独联盟，包括这个做新民党遐，遐大佬拢要来上课啊？是安怎？因为伊即摆渐开始讲，你敢那讲流呢？啊，即摆开始讲流是归我大名。我是即台湾人本性啊，啊，台湾人本性。拄啊开始，我想在座你嘛是伫恁家嘛在咧怀疑，唔知要去啊，歹去，啊，若去叫掠去啊未？吼，咱两千公去会当做官呢？有真侪拢安尼在想啊！啊不过，这嘛对呢。你若歹做官，台湾人是啥人在追求？就是咱在追求啊！啊，既然讲你要做官，爱记得哦，我阁讲一摆哦，强调一次哦，不可以贪污。你若看迄赖素如，国民党肯定形象讲足好有无？啊，伊都嘛几啊用呢？百万就倒啊！你看，你看这钱用偌好用啊！吼、哦，钱拢大家拢爱啦。但是呢，要取之有道。啊，若全世界、这全台湾每一个所在，到变成大家拢有钱，啊，你的钱是要创啥？你不过你睏嘛一间眠床尔，啊，食嘛食一顿饭尔，你偌好食，对不对？卖啦，子孙互因照因子孙的意思。后摆，咱台湾民政府宣布，台湾政府宣布，所有人读册为幼儿园开始考到博士，拢免钱。但是这样也贪呢，你唔通讲哦，我去贪哦，啊，就放好落地呢，这是袂使。所以我伫遐所啦，会正式来公布，八十万的助学贷款，现准是台湾内底八十万的助学贷款，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以八十万的啊做学生一笔勾销，好不好？啊，我来讲吼，啊，我即摆去就会使。你要去招嘛，不一定有法度招呢，因为有一个限制嘛。遮尔啊侪人可怜，无法度来读册。啊，中华民国咧放予中国人来去读册，拢免钱，佫补助伊3万5万。哦，迄实在是足讲吼，迄欺负咱台湾人足兴奋的。所以呢，我甲各位讲吼，有真侪代志吼，咱着一步一步。但是因为有真侪呢，啊，佫真侪台湾人吼，还佫拼命过来。啊，这拼命过来时阵吼，咱就无法度讲真侪啦。所以今日这个啊，做这节课内底吼，因为本来是掌握一个中国国情，但是因为好不容易吼，蔡明华为美国转来，当然我的时间让予伊。啊，所以我话直接来简单来讲一寡，现在是中国的甲咱的迄个关系。中国甲咱台湾，坦白讲啊，是。听清楚哦，是两边两国，就有人去画一边一国，你甲想啊，一边一国是唔对的，一边一国，甲落尾啊，迄国你知走去中华民国去，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所以咱就爱讲两边两国，你想看嘛，我讲的有理无？两边两国才对啊，哪会讲一边一国？对，无共边，我唔对。
所以有真侪政治上的迄个口号，也是政治上的用语。有的人你甲你怪，你搞不清楚啊！我定来骂你讲啊，一个政治的口号出来时，你爱用头脑去甲想讲，伊这个讲啊对啊对？比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听起来足爽的。无对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但是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都唔对呀。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对。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敢有资格住伫这个所在使用安尼尔尔，唔是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所以台湾唔是台湾的台湾，所以过去你选举的时候，甲你讲，你都爱选我我啊，啊无你选啥物啊？选国民党嘛。选了中华民国民进党，甲选了中国国民党，一无意义嘛。两个拢中国，啊你选民国，你嘛是伫个圈圈内底，你是跳袂出去。今日台湾政府、台湾民进党是确确实实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即、這个台湾人的政府，当然会替咱台湾人来做代志，会替咱台湾人的这个思考啊，一切以台湾人做主。各位，遮侪年来啊，68年。台湾人吼，已经过遮侪年吼，真艰苦日子。所以有人讲民主的选举，你想看卖，哪有民主的选举？哪有民主选举？表面上敢若是民主选举，是安怎？遐老乌啊，你转票拢要转互中国国民党？你要到面甲想看卖，足简单哩嘛。老乌啊，伊特别甲伊优待啊。你的身份证你知影无？中华民国身份甲摕甲正面的倒面甲夹夹看卖，你甲达邦迄个正面的，遐有一个密码，你敢知影？知影举手，啊唔知影举手，我马上讲唔知道。来身份证，迄、那个相片、身份证，迄个包款拿出来。你要看吼，是这边所在，我跟你讲哈。好来，你看，好对啊，这个所在啦，这个所在吼，内底就跟你讲吼，你这台湾人是贱白国，你这台湾人是奴隶，你这台湾人。有的人一世人为出世到死去，不知道这个所在有何物呢？恁回去吼，你若不知道，恁回去给你看卖。有的人一世人不知道有这个号码，这个号码要创啥？各位，上面，反面的上面就这个位置了，这个黄颜色这个位置了。右上，六百五。来就迄个嘛，就是这個啦。你拢唔知影呢？啊，台湾人讲啊，吼，做奴隶，甲你变四号，啊，你搁唔知道？啊，搁饲。你看，所以你甲饲，你著转伊的时阵哦，你选举的时阵哦，伊就是甲你笑。伊即马甲美国讲啥？那台湾人家己要选举的，台湾同意的，好未？咱较有可能变同意。啊，因为一方面是政治上呢，甲你恐吓。哦，阿强啊，要甲你拍飞弹哦！啊，你袂唔通对吼，啥物某物人哦，你啊对吼，国民党才会好势哦。啊，就安尼，一届，一直跳脱迄个政治炼狱啊，咱跳袂出，咱唔知咩人跳的。好不容易即摆台湾进入啊，啊过去你敢知影？你唔知，你真正唔知。再讲，过去咱拢同款，我嘛同款。我行足济冤枉路，我学生时阵嘛是足认真个。我讲陈永清啦，陈永清医师啦，教我高一啦，伊啊比我高三级啦。啊，伊当阵吼，伊是懂我啦。啊，我迄阵啊，乖乖啦，我足乖啦。读册，阮老爸啦，不讲伊最近怎差，那乖乖啦。啊，人咱拢感觉讲，很变得怪啦。啊，但是陈永清吼，我算面高一个总迄个啊，做课外活动个总干事个时阵吼，我赢伊一票，我调。啊，所以阮两个在讲笑，因为少年嘞，因为伊选举又敢若输败，敢若输我。高一的吼，我高一时，高一当阵嘞，伊是还佫伊管我三级，还加我三级。啊，我时阵是叫学生，
哎呦，还是高一来，你看到一辆动山，那辆做活动中心总干事等于我，因为有啊，去较少嘛，四年嘛，啊，伊考是七年嘛，伊考六年嘛，考伊四年嘛，啊，所以我的人较少啊，啊，我较少发条呢，那我很有智慧呢。是啊，文国一五年以来啊，总干事是有啊，去跟我一辆做。所以吼，我迄阵我就，我可能我吼从以前开始吼，我的想法拢甲人无共款。但是虽然我的想法无共款，我只社会拄仔开始，我嘛是感觉讲吼，民进党很危险的，吼、哦、啊报纸，我相信报纸，渐渐，我去日本读册，啊了后我就知影啊，我唔对，伊比出了战争法，搁较惨，搁较唔对。所以呢，真好赚，真好加赚啦。啊，回来了吼，即个做读这战争法吼。他们讲，读战争的人啊，无饭好食。全世界讲，我一讲到你战争，无咧，对吧？啊，所以战争一般是讲，这个较强的国家，才有去读，甲你教这个战争法。啊，所以我开始读战争法是2004年开始写文章，到2007年的时候，中国嘛开始研究战争法。所以中国开始研究，到2009年，以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啦、啊，就87年。那个武汉大学那个博士啊去研究，啊了下一次和我研究的一模一样，但是伊刚欠一个部分无遮侪台湾的，啊，而且台湾，所以我想甲各位讲，其实中国是100%，尤其是中央以上的已经知影讲，台湾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无关，于情于理于法拢都无关。所以呢，各位，你咱完全100%的放心，不管伊中国伊即摆嘛未安怎讲啊，不管伊中国讲要安怎安怎，拢无效。什么反分裂法对咱哪有效？无效嘛。台湾都是列一部反分裂是干哪反分裂？啊，日本伊中国的反分裂啊，日本对伊够效无效嘛？安怎讲？日本就是中国一部分嘛。啊，台湾嘛是中国一部分啊，当然反分裂法就无效。啊！你讲看这个这个来，你啊看伊的政治面来讲，本来伊是念你甲你讲吼，讲关于迄个邓小平也好啦吼，江泽民也好啦，啊，胡锦涛的包庇啦，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无啊，就无去讲，三年无讲，哦，啊，三年无伊个要讲啦，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什么是核心利益？我看嘛看无，一直解释啊。啊，尤其上个重要是温家宝，温家宝伫今年去落台的时阵，本来是叫咱台湾同胞，你讲解叫做台湾人民。你们看讲台湾人民这两字嘞，迄意思讲台湾人民就你甲中国已经拆开去啊。你若台湾同胞要求，国叫你叫到底啦。伊讲有可能去叫亲爱的日本同胞，没有。伊讲什么？亲爱的日本人民嘛，对不对？所以安尼啊，啊，所以咱就咧讲讲啊，中国那别个叫中国同胞啊，中国人民。所以政治上的用语要非常小心啊，台湾人清清菜菜啊，光想嘛赶快。他别说讲哦，我若无做工课的时阵哦，啊，选什么人嘛爱家己做工课，会死啦！我甲你讲，唔通叫是讲哦，你选什么人啦？选什么人无赶快。现在很准时呢，台湾呢，过去伊个投票率是67%嘛。其实咱若要甲救啊，真简单嘞，干呐鼓励67%的人卖去投票，是50%以下，啊就过命啦。就美国你也讲是吧？你也讲干过。但是这个67%要甲救啊，够难干啦，不要干啦。所以当然呢，大家想袂清楚。我想你在很准时，你伫外口。你别来遮上课，还是你的朋友？卖讲你的朋友啦，有阵阿阿婆就是个人讲个人的啦，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不要紧，我跟你讲啊，跟你反对啦，你千万唔通改冤家，甚至唔通改仇家。咱用法律唔免跟人冤家，咱照一步一步一步行。中华民国绝对袂当跟你安怎，阿妈唔敢跟你安怎。阿若要跟你安怎，你免烦恼，先了我一死，靠他就你，你还早呢。对不对？对呀、啊。我无讲我要死啦，我是讲吼，伊会甲我掠去死啦。我讲吼，我袂死啦。
所以吼，过来边啊，你知影？但我甲讲讲吼，我嘛是赶快这口算是最吼，我还佫讲这经过这個简单的历史甲中国一番经营。美国甲中国这个经营啊，你甲看咩？美国甲中国这两边的关系啊，会战争无？你感觉会战争？你感觉会战争伊个怎？美国甲中国会战争？未战争伊个怎？我爱看嘛，会局部战争。是安怎讲？即摆中国甲美国因迄个贸易来讲啊，美国欠中国足侪钱，对不对？对不对？有欠伊钱无？啊，你会惊无？对无？会惊伊下手？啊，未惊伊下手？你怎讲未惊呢？吼？不是我你好好啥啦？啊，我甲你讲吼，这。迄个美国副总统去访问这个中国嘛，北大学生甲研究嘛，请问副总统，啊你美国欠我这么多钱，啊这个钱安不安全？你看副总统甲讲哦，非常安全。啊怎么安全？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一样的安全。哈哈哈哈哈哈！那个你中国的空军啊，上下要待续，伊愈收愈唔对，等于吼写刊写文章，你等于讲，我越想越不对呢。你不倒来这一届是一届吧？我要用手机甲你握是握未着，啊你若甲放出来，不使，对不对？哎，讲吼，我想想诶，啊嘛唔对，过去荷兰。美国欠荷兰钱，打一仗，免还；西班牙欠美国钱，打一仗，免还。这个中国跟美国欠中国钱，很有可能会打一仗。所以美国一直跟沈从宽这样讲哦，南海一直希望建，钓鱼台建过去啦，希望建。啊，过迄个天安门，天安舰，韩国天安舰有无？希望建。美国他们讲哦，美国。首先讲，我跟你讲的，希望他打外战。我跟你讲，所以中国人哦，敢出出一支嘴，一派派派足派哦，哦，我想要战哦。啊，比如讲落阿伯来，啊，就去叫游击啊，跟迄个北韩同款啦，迄个金正恩啊，迄少年啊，嘛是同款，哦，战啊战啊，你到底干？你战，你试看麦。战的伊就灭亡嘛，啊！那中国甲美国战的啊呐，有前迄个做习近平啊，免做啊，结束啊。所以我甲你讲，未战，不会战啦。但是这个战是局部，万一若无战，美国嘛想办法互伊分裂啊。那就是遐中国啊，遐军区吼，足好管的，足歹管的。中国前以前，你想看卖啊？新疆的人。现在迄个民敢若外国人，对不对？维吾尔族嘛，遐外国人，人伫外口你甲看啦，啊，你这是对人啊，欧洲人，啊，伊讲我是中国人，遐人你看会叛变无？绝对叛变。北方来讲，中国北边，伊迄东北遐呢，高墙很高大，南方，广州这边矮啊，咱是算中等啊。我是中点的。南京就拢遮尔啊大，无共啊，拢是共一个国家，绝对问题足多的，啊，问题真难搞。啊，美国真正讲欠伊钱，有影欠伊钱啊。但是你甲看，搁一个现象哦，这拢是发生的代志嘛。这两年内底，美国虽然欠中国钱，美国一直咧甲印钞票出来 ，QE1、QE2、QE3。啊、而且无限制的呢，啊！即摆伊若印出来阵，就甲中国讲，啊叫他来买，配额你爱买偌济？你看中国有遐戆吗？中国讲我为什么要买？你欠我遐济钱，佫叫我家买公债，啊！你买买，我叫我家买，啊买，但既然讲中国是有点不对，啊来，我买，为什么？你较想望较开哦，啊你讲你要家己买，家己印钞票来买啊？啊！若印钞票印的啊呐贬值啊，所以你讲美国欠中国足侪钱的啊，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我问你，你
你感觉看讲美国的美金即马贬值，敢有？全世界人讲，迄个货币危机的时阵，迄个国家的货币马上贬值，贬得一塌糊涂。唯独美金未贬，你袂感觉很奇怪吗？啊，所以我问你，美国的经济会不好吗？最没有。你刚看这个台湾，你小想嘛？讲台湾，即马人民币一直走去台湾来，甲你买这买东买西，有人你惊？哦，甲你买饭店啊，甲你买啥啦？什么叫买去啦？我讲不要去。你足简单嘞，我讲一个例给你听。日本迄当阵，足好个时阵，泡沫日币的泡沫危机以前，伊去美国到处买美国的迄个饭店，夏威夷饭店拢叫买不去。美国包括迄个帝国大厦嘛叫买去，有无？有人买去。啊，即马啥嘞？美国安怎讲？很简单嘛，改变政策就改观了。所以中国来买，我赞成，何必？咱坐钱来，先甲开价，后摆台湾政府出钱，改变一个法律，就变咱的呀。我尊重安全部嘞吼，怎中国开始摆来买咧？所以我感觉因就是假看的。我见啊，啊，怎讲要换迄个日币？哎哎哎，人民币有啊？有个人搁卡着，他说。诶，秘书长，啊，我来去迄个日，人民币吼，来比较迄个这利息较悬，啊，你晓讲未？伊用2%、3%，互你较悬，啊，是甲贬值落去无去啊？唔通啦，甲讲，中国买起美金就对啦，上好买黄金啦。我讲哦，真正买黄金，黄金现主持介绍吼，我去年、前年我都一直甲大家讲，你若讲买避险吼，买黄金。很出奇，黄金的迄个价格哈，那你实际上的价格啊，它都差多少？人民币较悬了。但是呢，因为即马很出奇，这个黄金哦是苏联有控制，哦，啊甲南非有控制，南非迄个非洲有控制，因为因不爱话迄个金价涨得太高，所以呢，南非避险，你讲避险，你唔是讲钱用足济啊，南非避险。啊！你中国伊要避险，伊要从啥？伊去买航空母舰，2000万就变成航空母舰了。而且航空母舰买来吼，全世界所有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敢有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顶块无飞机？中国。啊，像航空母舰顶块，啊，航空母舰要创啥？你买航空母舰要创啥？主要是啥？爱再用飞机，再甲恁家的头前，啊，甲你飞机飞落，啊，甲你轰炸。那是航空母舰的用途啊，当然中国航空母舰没有飞机，你看嘛，轻轻轻的，好漂亮，你看水的，我阿爹看伊的啊，专机的航空母舰哦，无人穿咱穿高音穿高的，啥啊？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哦，要卖出的时阵哦，是要做海上旅馆。所以要做海上旅馆，要搞的时阵哦，伊上内底眼睛哦，拢总破坏，甲炸掉。炸掉以后，即马驶来到这个中国，经过台湾，驶来到中国的大连的时阵哦，伊才开始落去倒呐，倒伊的迄个引擎。啊，你看，哦，你有看吼？哦，啊，这是做了更加好。这个也做。中国的海军哦，拢去披衫啊！这不是咱家己做，伊家己创的。有你披衫有啊？无所谓，有影都对啊！啊，做兵啊，衫无穿起来，我看较唔好啊，囥在裤脚内。啊，人美国机关去研究完咧，敢有科技啦？我甲你讲，实际上美国甲中国科技差太远。未见啦，啊，真正要见面嘞，但是呢，中国可能是甲越南、甲菲律宾小规模战争，但这小规模的战争哦，美国徛伫后壁，会较爽。啊呐，美国伫后壁，美国即摆拢后壁，美国含咱嘛是安尼，叫咱着爱去开记者会，啊，无咱无遐巧嘞，咱三个人无几个巧嘞，包括我嘛无巧嘞。啊哪讲呢？因为咱行到遐，伊若无甲你指示讲，下日在安怎，咱嘛毋知影。四百年来，台湾毋捌建立家己政权啊，
对吧？咱就要行台湾民主，我叫台湾民主，我知影。中央伊是甲咱讲，哎，会当变成台湾政府，我嘛惊一跳嘞，我嘛较研究。哦，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是啥？美国军事政府。啊，台湾政府的顶头上司是啥？你给我调清楚哦，调清楚是日本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就是台湾政府。所以顶头上司是日本天皇，但日本天皇即马袂当讲话，啊袂当讲话，咱就爱安那，咱可以讲话。啊，咱可以讲话，我们爱，咱会讲一寡对咱较有利的。日本天皇无讲，咱甲讲了，讲啊，日本天皇同意啊。最卖讲，我甲你讲。因为国际上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米，日本天皇叫伊讲，你只只片袂当讲话。啊，关于讲吼，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啊，咱已经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啊。啊，怎交予咱？啊，不然咱要做啥？哦，天皇的诏书。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呢，咱这个去年甲去年去日本的皇宫，甲蛮在蛮在甲花有啊吼。啊，伊人，咱我讲，哎，你向哪个向？我袂当做伊的原因，因为我无护照啦。我没有护照，我没有中华民国护照，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啊。啊，所以中华民国袂当甲出分嘛。我无承认我是你的人啊，啊，你甲出分啊？我不是恁家的人，你甲出分？你敢会当？你家隔壁的人，你敢甲厝你家隔壁无？会使无？袂使嘛。你家己囡仔叫来拍会使，那是你的囡仔，当然嘛袂使啦。但是呢，叫别人的囡仔隔壁的囡仔甲叫来，拢甲包入去噻。所以我唔是你中华民国人，你袂当甲厝分啦。所以呢，我你讲的时候，你个嘛真欢喜，吼，好，咱叫一个这里巧的吼，而且吼，按一步一步来做。咱怎报到我顶落去？四月初二，所以你今仔转去会当臭皮针啊，再过几啊天啦吼，明仔就拜一嘛，再过臭皮一天到两天啦。我算一下吼，明仔载处于西部，会订一个要叫阿扁的哦，那有可能？你算一下，你讲吼，你跟蟑螂做人的事情，安尼才好。我第一先来头讲嘛，对不对？所以你转去吼，积极去讲讲，明仔载开始。台湾政府会来救阿扁啊！我做梦想到的。所以我哪想讲吼，咱台湾政府要从中华民国变好变吼，足简单嘞。咱免讲一年吼，去示威啦，去游行啦，啊，还搁做宣啦，免。你拢伫恁家就好啊，打电话就好啊，足简单嘞啦。啊，有简单无？有。啊，你有欢喜无？有。简单嘛。所以呢，你来遮受训，啊，得到遮常识，报纸你也要看。啊，代志要安怎做？台湾民众要安怎进行？你拢知影。但是我跟伊讲，每礼拜拜一到拜四，我拢会是这个所有人的手吼，我去演讲，与秘书长有约啦。啊，你的手吼，你的手机会接到迄个简讯，我来甲你讲吼，啊，我当时会到。按照时间哦，你来，但是我无希望你来，你应该叫你的朋友。朋友，你甲你讲哦，哦，迄危险哦，迄安怎，迄个人叫伊来上好。听安尼，我甲你保证用杯来，我甲你讲，你甲你走。足侪拢是安尼嘛，咱在座嘛是有安尼来，敢毋是？啊啦，有来请你吃酒。是啊，我讲无对嘛。因为咱伫遐咧演讲的时阵，咱讲的是法理啊，啊啦，较巧听有啊。退的其实无偌济啦，退的拢是暂时退尔啦。啊，其实哦，拢听有啦，足明显的嘛。中华民国你安怎做，足明显的嘛。所以哦，我跟你讲哦，你若讲真真正正，你是讲赖世儒也好啦吼，啊，民进党这啦，为什么他们死不悔改？伊有钱好赚啊，做一个议员遐好赚。我跟你讲哦，后摆民进党迄个议员的薪水500块尔。因为是还有迄个地方的士绅，人伫美国嘛安尼呢？美国的县议员薪水500块尔呢？你要做议员就是变啊，要服务啊，要整政策啊，那叫毋是啊？做议员啊，炒地皮啦，打拢要拢贪污啦，讲
这种鱼丸，咱要煮啥？面啊，啊哪就面啊。所以初期我们不会选。咱有一个参议员，一个众议员。参议员中央指定，众议员呢一半中央指定，一半开放给台湾人选举，这是美国交代。因为你台湾人足爱选的啦，我讲开放你选。但是呢，后摆选举甲即摆选举无共款哦。选举的人真简单，来，候选人拢来，到底饭店，到底水月园啊？你敢敢出去？你有啥物证件？你讲，我替你写公布。上电视，你来讲，一人两分钟、三分钟，互你讲。啊，不可以有迄、那个迄、那个条啊卡，条啊卡拢是要买票呀，就不要条啊卡。啊，那安尼，选举有渐渐不公平啊。啊，薪水500，我反正无人要选。真侪500，我无人要选。但真正正，对社会有贴心的人，伊会出来选。咱就爱会讲，啊，即摆毋是啊，即摆拢是乌道的，拢乌道的，差不多啊，二万啊，差不多一半以上拢黑道，黑道来做二万，社会变哪会好？所以这是种社会层面啊。啊，中国呢？中国刚刚就变啊，甲咱吓，但是中国开始改变啊，我甲你讲啊，伊安怎改变？伊咱台湾甲中国已经吃关系都无去啊。最近的报纸，美国讲出来讲，恁中国出来替钓鱼台讲话是不对的。恁中国有啥物权利来讲钓鱼台的？权利上都不是你的嘛。啊，伊嘛不是哦，因为中国替台湾，所以台湾中华民国讲的也不对的。所以比如讲，哎好啊，中华民国来碾灭到中华民国，这中国国民党这的人，伊有两条路好难行。第一，离开台湾，去台去金门马祖。金门妈祖不是咱的啊，我先跟你讲啊，这是因的哦。啊，即马有人讲啊，我要去金门妈祖，我要登去中国噻。啊，中国讲，小蛋，你唔通甲我拍白头，因为你即马火车台湾这因所谓的反动分子啊，一日去吼，伊一感觉个差东差西啊。来，拢集合，都平坦，是平坦啊。平坦的本来是无人的，所以即马用咱的钱去甲去足侪大人。后摆要去中国做生意，伊讲人人拢集合在平潭，所以后摆伊就爱去平潭。所以呢，不管你是要去还是不爱去，咱现准是伫台湾这个土地顶面，你遐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拢甲你以中国人打扮。你是中国人？你无啦，我是台湾人，我爸爸台湾人，我妈妈台湾人，所以我台湾人，还是你证明我吼？而且我你有一份。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对台湾政府所发行的台湾身份证，啊那无，我拢一直甲你当作中国人打扮，啊有你无？有。所以吼、哦，你讲讲来申请吼，无遐困难啦、啊，无爱就无爱，你若无爱你就卖后悔啦，你敢甲讲一句话就好，你后摆卖后悔，甲讲一句话就好啊。啊那较巧的，甲你问讲，为什么会后悔？一块正台币换一块美金，本土台湾人，你一块新台币，我一块的正台币换给你。中国人40万换一块。啊，有人讲吼，安尼会乱啊咪？我甲你保证，绝对袂乱。足简单嘞，我有鞭刑伺候。啥物人乱，先去拍人再来讲。我来甲讲理由。1949年6月15日的时阵，你中华民国印一块的新台币，你敢换40000块的旧台币？这多年啊，我只不过是利息钱甲剩的内底剩多转来尔尔。啊，敢无你？我要换转来，我的台币，我的这个旧台币，我变成正台币嘛，所以40万换一块嘛。啊！你既然你无身份证，你是中国人嘛？你表示迄当阵你以中国人的身份甲我换去，我当然我才退得转来。啊，佮无你，啊会变啊会乱嘛？袂乱呐，我甲你保证。啊，若要乱的，就简单，你去迄个派出所两下鞭刑，叫来乱。后面，后摆是军事统治呢，军政府呢，所以国民党有甲你讲过啊。军政、畜
训政，你要叫啥？宪政。啊，咱即摆是军政呢，一头就开始啊。咱有宪政，中华民国宪法不是我们的宪法。啊，咱老拜那啥，那创些基本法，我们不会有宪法，我们会有基本法。啊，我们的基本法定义啥？就是明治宪法没修改，修改就台湾的基本法。人家美国拢老早早个，甲拢排甲好势好势，一代。所以讲，会当放心，放心做一个快乐乐乐的本土台湾人。所以呢，咱大家人个，啊，结结头，拢爱担这个责任，因为大家人有受过训，大家拢知影。我无叫你去革命，我无叫你夹刀夹枪，我干呐讲拜托你用你的嘴去甲讲，安尼尔。啊，歹听，卖甲伊讲，换一个。哦，啊，明仔载后日呢报纸，诶，迄《晨报》啥爱情呢？《晨报》啥爱情，你知不知？知无？我吼拢敢若唔知影呢。知哦，爱情哦，咩啊？啊，你有出钱无？好无？有出，请你夹枪。啊，无伊请你去，啊好，呀，我无准嘛，对不对？啊，为找找，我嘛唔知影为找找，啊，我知影，国民党替咱争啊。所以我讲吼，你爱用头脑去想啊，咱哪有法度去争？咱无争，无钱好争啊，但是就自然就会走过来，这是心想事成。有啊，哎，四月初三，因为本来联合报、中国时报歪经啦，啊，比如讲吼，哎，发着你去记者，你台湾不是蓝绿的，你是台湾军的，啊，人遐蓝军嘛是你台湾军的，啊，你为什么不登联合报？啊，想想有理呢，联合报哎，啊，迄个叫自由时报，啊，所以有一寡联合报因遐忠实的读者，甲中国时报拢甲我讲的，奇怪呢。我们连来不会偷鸡去取笑呢，这个让你竞争呢。我们并不是取笑啦，有压力啦，不是钱啊，压力啦。新闻是听人讲，不可能啦，拜托。哎啦，反正你看就知影啦，是简单的嘛。好大，你莫甲我争看卖啊，对不对？所以。敢无可能啊！我是真是头摆伊要甲坐落。我甲你讲，你讲无对。哎，对，有一次啦吼，有一摆吼，中国时报吼，啊，就咱咧台湾看咧，我买了《中国时报》，但你就报到无呢？啊，我来甲问吼，我哎，我为什么没？啊，伊讲是，哎，是个别新闻。啊，无我想想啊，你若安尼吼，我甲订头摆，你给我坐坐看卖，啊，就订头摆。哦，中国时报，啊，然后无拢电头版，我你有看过无？对哇，啊，你电头版无你甲坐坐，你敢报到台无去？无可能嘛，对不对？我甲你讲啦，是无咱的款，咱顶款，咱的后头足起来啦，拍手一个。所以中国人以前主席甲美国的这个对峙来讲。咱即摆台湾爱开始学讲，咱伫国际上，咱爱安怎行？咱台湾政府现主席伫美国华盛顿地区有办公室，为2010年七月初时设立到今日，这办公室都不止。啊，现在有个人嘛，你讲咧，讲啊，你办公室，拢无人，内底拢安怎安怎？我足奇怪，都明明咱有代表伫遐，啊，就用网络甲你搬哦，各位。请帮助我，我拢观察伊。但是呢，实际上咱看确实有代表伫内底。啊，这个代表伫内底，有人还是甲你看啊，哦，伊个代表哦，代表处足清气啊，足水个，无毋对啊。是安怎讲？因为咱这个代表，遐开足侪钱个，你敢知影？遐拢钱呢，是美国呢。莫讲开一个办公室就好，爱开偌济钱？恁讲遐济钱，啥物有替咱存有啊？有无？拢无嘞。啊，那咱那有法多钱，迄个叫外雇。啊，外雇都外聘哦。美国迄个单位啊，叫咱迄个大使啊，叫台湾 ambassador 呢。
感恩大神。政府中美国敢有叫伊台湾 ambassador 无呢？吴钊燮是迄个民进党的迄个代表，敢有甲伊叫台湾 ambassador 无呢？咱去国务院的时阵，甲副国务卿见面，拢袂离开呢。咱讲但是要甲伊见面，伊就咱就离开见面呢。今天副国务卿官员和金虎聪和吴钊燮告见面没有呢？都无呢？所以因遐叫大臣要创啥，我也想无呢。所以其他人拢见面着，咱毋是呢？咱要去见啥，咱就见啥。国会参议员要去见啥就见啥，众议员要见啥，咱就见啥。咱是法律啊，咱是法律，咱对啊。所以咱四月二五要去开记者会，四月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咱嘛要去拜访国会、甲国会。安尼无足够的吗？安尼足够的呢？安够是咱够？啊，过去党外就是拼规波，啊是拼未过去，因为法律唔对，无人要甲你讲。我就是讲奇怪，因讲哦奇怪，安尼，敢若要找你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讲话，啊，我找我，我足简单嘛。你法理不对，美国人坐落，甲你成冤家，啊，要讲啥，就我都讲啊。所以法理啊，所以我常咧讲哦，咱是说出来，你唔要注意哦，咱这个看法，咱常咧讲的，本来是法理学院，这个法理自治学院，有无？哎，自治的话，咱解决。我们暂时要拿掉，因为我们要得到日本天皇允许一样，我们参加自治学院，一切都叫法定来，一波一波一波。所以呢，如来台湾的地位如前做，所以对咱大家人做来讲，所以我每一摆人家与秘书长有约的时候，你若接到通知，我希望你拢爱来，啊，不是干那你来，爱叫你朋友做来，安尼好唔好？好。啊，你有？接受我的拜托有无？有，好唔好？好，各位先生，我也不够钱，我先来讲，叫我骗钱，我先来讲。因为吼，你这道，你这福音嘛，这福音咱边个唔知啊？啊，无在台湾吼，不管即摆开还不错，咱即摆收入差10,000块啦，好不容易。希望搁再变老久，我就宣布2万，啊，就4万。8万，我估计哦，可能免加41万啦，正常。我估，啊，美国我看伊嘛，拢要冻袂住。你买去这边速度愈来愈快，啊，我嘛伫常咧讲咧，你若叫咱变成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以后哦，免偌久，我甲你讲，咱这个所在这大门哦，我们会有人要求政治庇护，美国应该讲。有的人我要给中华民国管啊，是被中华民国给破坏啊，安全招来人家。我要求政治庇护，咱这个所在是台湾政府的。中华民。